刻有万种体会，何苦把好事看可悲。你的未来必定很美，多可喜可贺的结尾。你比我正要飘，轻飘的微妙，在你这里转胸口，悄悄的滑倒，装傻扮冷我的我必定给你重伤，但不懂怎令你忘掉。人生剧本一定好，尽量别让今天的泪白流就好。钟老师啊，早早早。请问你今天紧张吗？你要听实话吗？完全不紧张。哦，我代表学校，感谢你对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教育事业添柴加火。谢谢谢谢。哎，赖老师，你这手怎么了？我昨天骑摩托车摔的，钟老师真是体贴啊。哦，走，去我医务室看看。我这个不是工伤，难道你也管治啊？我管呢。走，廖老师去看看啊。哎，钟老师，你看时候不早了，第一堂课是我的，我不能迟到，我得走了，回见啊。这能是大哥？为什么我会这么紧张呢？不就是给一帮小屁孩上课吗？不行，我绝对不能紧张，不能紧张。怎么这堂不是语文课吗？这里是三班，二班在隔壁。对不起。出点小意外，从今天开始由我来给大家上课。为了增进我们师生之间的了解，我决定从现在开始点名，点到的同学请站起来介绍一下自己。周安。我叫贝小丹，我最爱莎士比亚，爱海明威，爱杰克伦敦，爱……好好，可以。我们不是考前测验，不用讲这么多，请坐。胡策，我叫胡策，平时喜欢研究计算机。如果老师的电脑或者手机上有什么私人照片丢失了，我可以帮你免费恢复。谢谢啊。可是老师平时不爱照相。慕容兰洛，我叫慕容兰洛，我的名字很古典，但其实我一点都不古典，我很开放，很傲慢的。啊，好，请坐。安纯纯，我叫安纯纯。刚才慕容兰洛都是骗你的，
跟我比起来，他一点也不开放，不 open。同学啊，那个讲话前咱们先把扣子扣上。不好意思，老师，我热。好，我们开始，我们继续点名啊。钟柏，钟柏，班长，班长是谁啊？班长，钟柏就是班长啊。钟柏就是班长啊。钟柏家特穷，他妈病重，他每天都得去快餐店打工去照顾他妈，所以经常请假。好，请坐。啊，这个问题老师知道了。对于像这种家庭有困难的同学呢，我们应该多多帮忙，多多照顾。哎，老师，那天的事儿对不起啊，我们本来想吓唬另外一个老师，结果您太好奇了。没事，可能是因为老师最近呢身体不太好，有点过度疲劳。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开始上课。廖老师，我们都做过自我介绍了，也请你介绍一下自己吧。啊，我也要介绍啊。那当然了，要不然怎么叫师生之间的相互了解呢？其实我这个人呢，这个爱好是比较多的，也比较广泛啊。比如说，我喜欢看书、读报纸、写字儿、知音故事会，还喜欢一些艺术啊。比如说石膏像、水粉画、水彩、油画、素描、塑形、国画啊。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其实是做家务、洗衣、煮饭、叠被子、扶老人过马路。娱乐方面呢，我也是颇有研究的。比如说打小霸王、魂斗罗、采蘑菇都是很好的。同学们如果在课余时间可以跟我来探讨探讨，没关系，大大方方的来。大哥，廖雪冰在学校不知道在做什么。白哥，广武堂那边大概能聚集50人。那啥嘛呢？这样，之前有过前科的兄弟一个都不许见了。你那儿的人，加上我这儿的人，再加上车行的兄弟们，估计差不多了。这事儿你确定不告诉冰哥？先别跟他说了吧。你知不知道咱们学校新来了一个又高又帅的男老师？停，郁金香中学八卦电台又开始广播了。听说了，一进办公室就听说了，不是就被学生给电晕了吗？这有什么呀？这是没什么，但是你记不记得昨天晚上在夜莺酒吧打架的事儿？这两件事之间有什么关系吗？有什么关系？我告诉你啊，如果我现在已经基本可以肯定了，这个新来的廖老师就是昨天晚上在夜莺酒吧以一当十的黑道大哥呢。别意淫了，来喝咖啡，喝咖啡。你也不想想，如果是酒吧里那人，怎么会被电晕呢？这你就不懂了，他有可能啊，只是条件反射。这在我们医学界的名词叫大脑皮层条件刺激症。我还听说有个拳王怕蟑螂呢。那我请问八卦电台的钟主播，黑道大哥怎么会来咱们学校当老师呢？这个嘛，本主播现在还没调查他这一步。我告诉你吧，这个人一定是极度变态、极度八卦，而且有可能他就是打着咱们女学生的主意来的。你呀，你比我能意淫。不行，这事儿我一定得提醒大家都小心。哟，正义感爆棚了呀！你刚才不还说我是意淫的吗？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廖老师，廖老师来。
吃吗？坐。哟，朱老师，这么巧吃饭啊？阿斌，别去了行吗？我不能不打拳了。如果你缺钱的话，我可以问家里要。不是说好了到我们家去写作业吗？你那么爱写作业，不如你替我写啊。喂。啊，原来你也在这儿啊。我们认识吗？我们廖老师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来我们学校当老师，但是我警告你，这里是学校，是全世界最庄重的地方，我请你好自为之。冰雨，我叫我苏老师，谢谢。停！你们现在谁能告诉我，这是什么人物关系？苏老师，你不用解释，我也不想听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不用想都知道。我不想跟你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。冰云，你太冷酷了！你又伤害了一个深爱你的男人的需要抚慰的脆弱心灵。你不懂，你们俩之间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情？你胡说！我只是想知道他是干什么的。总之不是什么好人。莫名其妙。廖老师，你之前认识冰云啊？他是自己来的还是冰云派他来的？哎，你们俩没那么简单吧？我是应该跟他一诉衷肠呢，还是给他一个伤感的背影？这还有点黑道大哥的意思。请进。哎，苏老师回来了，休假过得怎么样啊？哦，挺好的。那个，我今天来找您主要是要说另外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请您立刻解聘廖学兵，我觉得他这个人根本不适合当老师。苏老师，你是不是和廖学兵之间有什么误会啊？他昨天才来上班的，这才两天不到的时间，你就能判断他适合不适合了？我太了解他了，我跟他高中就是同学。我觉得他这个人本身就有很多问题，如果让他当老师，肯定误人子弟。苏老师，我相信时间是会改变一个人的。也许你当初跟廖老师很熟悉，但是你不一定了解他现在的变化呀。我想现在的廖老师和你当初认识的那个人相比，肯定成熟了不少。校长，我说的都是实情，我请求您站在学校的角度想一想，因为我们起码要对学生和家长负责啊。我们当然要对学生和家长负责，但是苏老师，无论你对廖学兵有什么样的看法，至少在试用期里我们都要看看他的表现，不是吗？说清楚了吗？我廖学兵，你让我跟你说几遍你才明白，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，别再缠着我了。哎，苏老师，冰云，上车。你去哪儿我去哪儿，顺路。廖老师，车不错。
安纯纯同学，放学为什么不回家呀？我不想回家。为什么呀？他们都太忙了，我不想回到那个冰冷的像牢笼一样的地方，每天回到家看到的只有桌上留给我的钱，我一个人对着镜子说话，对着墙壁吃饭，就算是开着灯我都不敢睡。廖老师，你能收留我一下吗？就一天，一天都行。啊，这个不太好吧？廖老师，你家也太乱了吧？你是不是该找个女朋友了呀？现在的女神身材真是火辣，要不然我今天就禽兽一回。我以前就经常做三明治，爸爸的不放酱，妈妈的不放肉，只是到后来他们再也没有吃过。不行，我是 Super Teacher 兵，这可是我的学生呢。廖老师，你喜欢我吗？廖老师，三明治要记得吃完哦。廖学兵，明天我就让他在学校出名。果然跟我想的一样。今儿可有好戏，你看着了吗？你们都很闲吗？果然是死亡班级。你这纯属活该。钟老师，谁让你玩了那么多女同学？冰雨，没事了，干活了。昨天你打伤我几个兄弟，是不是得给个说法？把酒钱结了，给你兄弟报医药费。你要是这么跟我聊，那就没得聊了。你们这么多人在这里跳广播体操，干嘛不叫我啊？下课了，不上。好像是电影，没有车的街道上，我哭着说爱你，入戏到不行。就等到这剧情下起，就对飞的导演喊停，都忘记把酒当作我是假装说爱你，就当作是人工下雨，不是老天故意。我也只是喝醉了而已。昨晚下了很大的雨，让我以为天会哭的雨，我光着脚刷牙想的可笑，走哪里都忘记，好像是电影，没有车的街道上，这剧情下起，就对飞的导演喊停，都忘记把酒当作我是假装说爱你，就当作是人工下雨，不是人